美魔法宝，除了要跟你分享所有 fashion 跟美容化妆的资讯之外呢，我们最近因为呢 ICN 国际卫视有进行非常非常的活动，现在最知名最火热的也就是 ICN 的创意大赛开始投票如火如荼，而且直到8月31号，所以赶快行动，因为有好多礼品要送给大家。那么今天呢也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Kevin， 帅哥主持人你好。好，大家好，国际卫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好的，那么 Kevin， 我们这一次呢非常好玩的创意大赛投票方法、yes! 先跟我们公布第一个方法。 OK， 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到我们国际卫视的网站 www.ivcusa.com， 那你进入我们的网站呢，你会在下面看到这一次创意大赛的一个 area， 进去之后只要注册我们的会员，必须要注册，对，没错，对，你不能就是说直接去点，你注册之后呢你就可以有机会投票给你喜欢的作品。那这边我要强调一个事情是说，如果观众朋友们你是用 IE 的浏览器的话呢，你可以投五票，累积到五票、嗯、因为这个是我有听说原本票选的 system 它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是其他的浏览器，比如是火狐像 Firefox 这些东西的话，这些浏览器的话呢，你如果投 N 票就五票或六票，它只算一 票，所以说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观众朋友呢，都用 IE 来投票。我们的创意大赛的主页上面呢，也会有 Facebook 跟新浪微博的一个 link。那你点入进去之后呢，你也需要一个注册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呢，投取一票给你的你喜爱的作品。嗯，没错。那么 Kevin 讲得很清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www.iabcusa.com 里面呢，我们点选到了创意大赛，一进去就看一下创意大赛的 banner， 非常美丽的我，对对对对，没有啊，就点选进去之后呢，然后你要先注册，可是你要记得哦，一个人就注册一个哦，你不要用多个名字注册，因为是无效的。我们常常呢会有工作人员来做抽查，对，所以你投了无效的票呢，那就没有用了。所以一个人只能用一个 username， 一个 password， 然后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我们所有的入围参赛影片，就我们1到26个入围的人，他们就会开始自我介绍，说要请大家投我一票什么。我最近看到好多好好笑的哦，比如呢？比如说他就装作乞丐，哦，对，没有拉票嫌疑哦，装作乞丐，然后突然下说投我这样子，好恐怖哦。对对，其实还蛮多创意的，所以我觉得看拉票影片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对，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创意的拉票的一些视频出来了。没错，那么在我们网络上面呢，是一天每人可以投五票。五票，对。那么 Kevin 刚才讲到还有 Facebook 嘛，如果你不想从网站连接，你自己常常用 Facebook， 我每天不能不上 Facebook， 因为我都要看 Kevin 在干嘛。其实我也在关注关注宝儿了，对对对。有啊，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些活动讯息放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那么，请大家一定要加我们 Facebook 为好友，因为加我们为好友的话，我们很多的活动讯息，像有很多这个礼物啊，还有最近我们举办的一些像闽南语歌曲大赛啊，以及 ICN 春晚的一些报名的讯息，都会在我们 Facebook 上面公布。所以你跟着我们走就对了。是。嗯，那么 Facebook 每人可以投几票？一票，只有一票的机会。所以你一投的话就没机会，所以看好哦。像那个很多的明星啊，台湾的、中国的都有很多明星在上面，新浪微博上面。那当然我们也在上面了，有空也加一下我们。可是新浪微博我就关注了你啊，我觉得没有啦，因为新浪微博比较特别的是呢，它有很多的功能，是比如说你要加关注，对，它跟 Facebook 有点像，对，它是不同的 system， 就是不同 system，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关注它，点点，对对，但是。差不多，但是好像是说照片好像可以，我也不太，我没有。可以，我知道你没有在玩，就是我有上去过玩几次，觉得还不错。就是你要点选关注，比如说你关注 ICN 国际卫视嘛，对不对？然后你才可以投票。你要注册，当然要先有微博的账号，然后进去以后，然后点选到关注，然后点选到这一次我们活动讯息的投票，就可以来投票了。我们还有一个机会投票呢，就是报纸的简报投票，像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我就带观众朋友问一下的话。就是说我要怎样知道什么报纸是哪一期哪一天，因为大家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知道可以说，哎，我也可以把神圣的这一票投给我喜欢的人。
嗯，没错。那其实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都会公布，每周我们都会 update， 然后我们的新闻时段就是晚间的七点到八点的时候呢，就会告诉大家我们这一周会登什么报。Okay. 可是大致我还是可以跟大家公布一下， okay. 比如说像我们手上拿的侨报，它是每周四会登，可是我们有时候是隔周登，所以不是每一次都会登。可是如果你要锁定的话，就是礼拜四，就是一二三还有 weekend 就不用锁定了。还有侨那你刚刚说的是。侨报，然后还有星岛日报，星岛日报，对，星岛日报我们可能是隔周登，隔周登，对，所以像这个礼拜的话就有，这个星期六 ，OK， 那从今天开始到月底，那大概还有两三次机会，对对对，还有两三次的机会是星岛日报，还有最近的这个多维时报，哦，多维时报，对，多维时报它是每个星期的，所以基本上你到market 的门口，你都可以拿到多维时报，它是一本有点像杂志这样子的，然后里面一整个篇幅都是我们这次的活动讯息，那通常呢，我们都会登在这里。这一小小的下格，可是 Kevin 你知道吗？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上次呢，我们在这上面登了这样的广告，比如说我们最近的新的娱乐节目叫做《快乐大本营》，不错，跟《天天向上》，对，这是对对对，收视率非常高的这两档节目，你有在锁定吗？我有在，我湖南人啊，真的哈，真的很好看，不错，很好笑，有很多明星在这个《快乐大本营》，主要《快乐大本营》主要是请一些很多的明星过来，那《天天向上》就比较。一些老百姓啊也可以去上节目、一些比较好笑的东西再配合我的综艺节目新的时段新的风格跟大家一起分享是晚间十点晚间十点那么这两档节目呢是在我们 weekend 的时候来播放可是我们在下面比如说这里就会有创意大赛开始投票了、然后你这边就填写你的姓名电话 email 然后你要选的号码结果有一个很好笑我们最近收到了很多的来信嘛结果其中有一个写说这个票选号码你知道他写什么吗写什么快乐大本营那就只有两个作品对不对快乐大本营跟天天向上哦好可爱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为上次我们登那个小燕子嘛，登那新《还珠格格》，他就写我要投小燕子。哦，太可爱了，这个要去，哎，这个很有创意哦。投票的话，一个信封可以很多。如果他有买，他如果说真的是很喜欢的这个作品，他买了50份报纸剪下来，对不对？也有可能有这种观众，那他剪下来把这50份。的票都放在一个信封机过来，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 okay, 可以。可是如果是用影印的就不行。哦，那当然，那就违规。如果你是真的是用这个报纸，你要剪下来好几份，可以的，一次寄过来是没有问题的。对，那么记得我们投票日子到8月31号。好了，好，礼物时间到了。耶、yeah, ！那么这次好丰富，大奖非常丰富，因为我们创意冠军，为什么现在投票那么热烈？不用讲了，我想，这个活动已经在洛杉矶已经很火了。真的吗？大奖都不用讲多少钱了，大家直接5000块。5000块。天天在电视上看到你5000块。小奖我们不用讲，是不是？那我没有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小奖也要，你不能大奖5000块只有一个观众，那其他参与的观众对不对？他们很辛苦，很有创意，你要给他们一点。机票有到上海、洛杉矶飞上海的来回机票，然后还有去台湾的机票，然后还有旅游行程，就是自己任选你要什么样的旅游行程。对，那么这些是属于比较大奖的部分，然后还有这次那个金湖钻石珠宝行。听说了，听说了。这一条钻石项链，哦，项链，钻石项链，你看看现在荧幕上面出现了，blink, blink, blink, 金光闪闪啊，多么的漂亮啊！每个女人都想得到，对不对？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你送给你的老婆啊，送给你的女儿啊，是不是就赚到啦？你自己不用花，自己掏腰包去买钻石项链呢？开玩笑，你看我们每一次办活动呢，都是大奖要送给你。木拉面的话呢，我们会把它做成礼品包，加上呢我们这个杨学成的礼品，多种口味的，然后还有。我们味全公司提供的这个高级酱油，对，然后这样子是一个礼品包，用环保袋，你知道吗？现在呢，大家都呼吁做环保嘛，对不对？然后还有豆奶，还有饮品，哎，还有这个，是什么？酪骨茶包，哎，哇，这多好吃，你知道吗？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冷热节，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做 home shopping， 对，你不要小看这个，这个有10块钱美金的价值。它可能功能对对对，我以为普通的，你以为是普通的袋，对，它是手摇发电的，对，因为你就不用随时，如果你装电池的话，你随时可能会突然没电。对对，记啊，还有这个电话卡，电话卡，电话卡，这个是可以讲，这是20元价值的电话卡，所以绝对不会浪费你一趟车的油钱来到我们公司拿。然后 Kevin 手上这边呢是尼尼马戏团，我自己还花了钱去看，很好看，很不错，非常好看。所以说现在我们这边还有提供，对，一次送2张，对。那么在这边呢，也要郑重的提醒大家，你领取
我们奖品的时间只有两个礼拜，我们公布以后是两个礼拜，好，两个礼拜之内呢一定要过来拿。那么请收看我们最好看的 ICN 新闻时段，7点到8点，我们三位美丽的主播呢，我们在每周五的时候都会跟大家来公布。那么当然你也可以上我们国际卫视的网站去看所有的名单，还有 Facebook 也会公布。好的，对，有些人真的忘记来拿，你可能不知道你已经得奖。对对，这个好像这个零零马戏团好像是说已经有人拿了，然后他们很可惜他没有过来，有些人没有不知道自己得奖，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开放出去给下一个观众得奖的观众。对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过来拿，在两个礼拜之内，两个礼拜之内来拿。那么还有闽南语歌曲创作大赛又来了，对对对对，又来了。那每一次呢，我们去听歌呢都非常的好听，然后也遇到了很多很好的选手。那么也呼吁大家呢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6263378889。